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嘉宾、诸位同修，大家好。今天净宗学院举办2019年的仙师长善护追思纪念法会。净空很荣幸能够在此地跟大家相聚，与大家说几句话。时间过得很快，距离上一次回到澳洲图文堡参加仙师长善护追思纪念法会已经2年了。前2个月，学院的法师们问我，今年的追思纪念法会能不能来参加？我说一定能。为什么？因为人不可以忘本。我这一生如果说有一点成就，都是因为遇见了三位老师，并且得力于韩馆长30年的护持。我从小喜欢读书，但是不幸因为遇到战争而失学。尽管如此，我一直没有离开书本，没有放弃求学的念头。26岁，我有幸跟方东美教授学习哲学。方老师很慈悲，看到我真心想学，就让我到他家里，每个星期天为我单独授课2个小时。这一生我念念感恩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成见很深，以为宗教都是迷信，如果不是方东美先生的告诉我，释迦牟尼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吸引我入门。我这一生跟佛教无缘，入佛门后真正学佛，我只有2位老师。第一位是张家大师，我深深得到老人家教诲的利益，跟他3年，最早的3年，那时候对佛法还没有什么信仰，他非常慈悲，奠定我佛法的基础。老人家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教我看破放下。84000法门、无量法门、总纲领，就这2句话，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放下，眼见色，耳闻声，6根接触6尘境界，把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才是真修行。这些道理我们懂不懂？懂，但是没做到。为什么？因为妄想、分别、执着的根太深，时间太久了，变成了习气。一接触，马上又迷惑了，老习惯又用上了，麻烦就在此地。怎么办？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有真正的决心毅力，不要搞砸了。我们就搞一门，要常时熏修，多听经，听经帮助我们看破，生活中要落实。贪嗔痴慢五欲六尘，这些念头才起，立刻就转成阿弥陀佛。第一念不善的，第二念就善了，念念让阿弥陀佛相续，这就是放下。真的有恒心，时间久了，这个习惯就养成了。这就是夏莲老说的：“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天天磨练，磨出头，就成就了。我相信老师，真听老师的话，老师叫我放下，我真放下了。一生不与人争，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得大自在，心地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得大受用。讲经教学60年，不收徒弟，不盖寺庙，释放供养都拿去印经办学，一生不为自己着想，这样我们就不用操一点心，一辈子都是佛菩萨在安排，佛菩萨在照顾。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到台中跟随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李老师跟我讲过很多次，他说将来你讲经如果讲得好，会走投无路。之后，老师这句话果真应验了。我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韩馆长，没有他，我不可能讲经不中断。我从老师那里学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在韩馆长这个道场落实了。没有这30年烦恼习气，哪里能够断得了啊？我非常感恩他的护持。在修学成就过程当中，
护法比弘法还要重要，要真正知道善护，要有经教做基础，有真正的智慧，能够辨别是非，有真实的定功，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这才能护持得好，护持得稳。一定要令你所护持的法，你所护持的人，要帮助他得喜乐清净。你的护持责任才见到，护法的人要不同经教，把法护错了，会变成障碍，弘法那个罪业不知道有多重。弘法的人要向释迦牟尼佛、向孔子身心言教先要做到，经诵要发扬光大，能延续长远。我们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做到才行，你才是真正净宗大德。菩萨道难行，发心的人很多，成就的人不多，原因是什么？他从小没有受过扎根教育，他的经教圣贤教育是半路才学的，他没有根，遇到社会的障碍，邪知邪见、财色名食的诱惑，能不动心吗？心一动就完了，这是非常可惜。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历史上给我们表演的，遇到再大的诱惑和灾难，他不辩解，为什么？他那个伦理道德的教育是从根上扎的，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扎下的，这种教育我很有限，沾到一点边缘，我们今天的所有成就得利于中国传统的扎根教育，扎下的孝亲尊师的根，真正护持着我们的就是这个根，离开了这个根，我就不可能会遇到这三位老师，遇到了也只能说是空故。我的一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宝藏，它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福报，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它不仅帮助我们个人，还能够影响世界。
中国传统教育不是现代的技术教育，而是圣贤教育。我们决定不能小看它的力量，它真正可以救国家、救世界。他所培养的是圣贤君子的，他的教学成果是要让人人都能做个好人，并且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全天下的安定和谐贡献心力，继承传统文化，不让儒释道断灭掉，我们就必须要把孝道和师道找回来，必须要把中国传统教育过去私塾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找回来，只有这样，中国的儒释道才能够延续，才能帮助挽救世道人心，让家庭幸福，社会安定，国家兴旺，世界安定和平。要找回这种教育，我们要办一条龙的学校，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老师，把学生从小带到大，小朋友幼稚园毕业了，念小学，办小学，小学念完了，办中学，中学念完了，办大学，从你两三岁开始，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教你到成年，只招幼稚园的小朋友，中间没有插班的。过去几千年来的私塾，就是真正的一条龙学校，他的教学分三个阶段，小学、中学、大学，每一个阶段都是六年，小孩从两三岁到八岁属于小学阶段，要扎好做人的根。教材是一部圣学根之根，教学的内容是伦理、道德。这个阶段的核心教学目的、目标是要让小孩明白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以及自己与老师的关系，要把孝亲尊师的根扎到他的心底。八岁到十四岁是中学阶段，扎事业的根。主修的教材是四书五经，并且要让学生学习因果教育。中学阶段的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办事的能力，让这个学生有德行、有能力在社会上谋生。接下来从15岁到20岁，这是大学阶段，学习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教材就用一部
群书之要。在这三个教学阶段里面，学生学习这些教材都要会背会讲，并且能够在生活上真正落实书中的教诲。小学毕业，学生懂得伦理道德，他的言行举止就很像一个圣贤，是社会大众的楷模。中学毕业，他就有能力养家糊口，生活没有忧虑。大学毕业，他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能力。中国的这种传统教育，它的目的是把人都培养成君子、贤人，乃至于圣人，把社会国家带向安定和谐。这种教育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我们希望把它推广到每一个国家。现在台湾已经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弘明实验高级中学，它是一条龙的学校，做得很成功。这个学校是李炳南老师的学生们办的，我到那里去参观，看到那里的学生确实不一样，都很有礼貌，很会做人，非常难得。这所学校唯一缺陷的是它只有幼儿园办到高中，没有办大学。我鼓励校长要办大学，办大学难，需要的条件太多，所以我们就用李老师过去在台中办国文补习班那种方式来办大学。李老师的国文补习班就教一部《古文观止》，从这个补习班出来的人才有资格到汉学院去担任教授。我告诉校长，我们依照李老师的这个方法来办群书之要补习班，这个补习班就是我们的大学。学生在这个班里面用6年的时间专学一部群书之要，将来这个补习班的毕业生都有资格在汉学领域担任教职。在大学授课需要有学历经历，这个事实可以由我们的汉学院来承担。学院可以颁发博士学位给这一些毕业生，也能够聘请他们来讲学。所以办补习班来代替大学，这条路是走得通。我们在图文吧已经是第18年了，这边的宗教团结了，族群团结了，这边的居民对我们有信心。现在
我们希望来办一条龙的学校，培养人才，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学校的师资可以由我们汉学院的博士生来担任。澳洲能够做出榜样，会影响联合国，这是大事。我们希望帮助联合国的大使们都能够认识到这种一条龙教育的价值，希望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至少都有一两所这样的学校，要化解世界上的战争斗争，一定要靠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国5000年的辉煌历史，就是靠教育，就靠这些私塾老师。希望全世界都认识，都往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教育事业落实了，我们就能够看到世界大同。这个事业无量的功德，我们在联合国团结世界宗教，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在10年之内看到西方宗教以及东方的儒释道对全世界的安定和平做出最大的贡献。我们用这个来报师长恩，报父母恩，报护法恩，报祖宗之恩。最后净空在此祝福纪念师长与韩馆长的信念发挥顺利圆满，祝福在座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们，道业精进，福慧增长，净满圆成，广寿无量。祝福各宗教、各族群、各文化之间，皆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祝福澳洲和世界各国国运昌隆，国泰民安。祝福世界安定和谐，盛世大同。谢谢大家。